恩恒自从和妈妈霍思燕上了妈妈是超人后人气暴涨，有恩恒这么可爱贴心的小暖男，如此幸福的家庭着实让观众羡慕不已。近日霍思燕身穿白色衬衣搭配牛仔短裙现身某活动现场，着实惊艳众人。观众看到减掉68斤的霍思燕，纷纷感慨明星果然都是胖着玩的。身穿白色卡通图案衬衣搭配淡蓝色毛边牛仔短裙，脚踩绿色细带高跟鞋，清爽又不失甜美，纤细的腰身，修长笔直的双腿，完全想象不到之前霍思燕居然胖到了168斤，尤其是一双美腿，感觉还没胳膊粗，简直让人不敢置信。暴瘦成纸片人的霍思燕真是佩服呀，之前因为怀孕一度胖到168斤，最终胖得不忍直视，哈哈。不过霍思燕能生出恒恒这么可爱的宝宝，胖了也值了。如今瘦身成功的霍思燕又变成了女神，虽然霍思燕已经37岁了，完全看不出中分卷发的霍思燕看上去优雅又时尚，而且气质满满，难怪杜江这么爱她，祝福他们一家人。